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严师高徒严维文民族声乐大师班马鞍山师生音乐会，欢迎大家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张泽群，首先向马鞍山的朋友们致以春天的问候。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曲声乐课上常见的练习曲，这是严维文民族声乐大师班教学的状况，同时也是严师高徒音乐会的特色和亮色。今天的音乐会是由北京斯莱尔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合肥已开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由马鞍山先会置业承办，同时也得到了马鞍市文联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严维文大师和今天音乐会的所有演职员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今晚担任现场演奏的河南交响乐团。
今晚的指挥是著名指挥家吴涛先生。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吴涛指挥。同时，我们再次有请严师高徒为大家演唱今天音乐会的开始曲《手挽手》。高高的山头上走下来，像低头的向日葵。
向你致敬。你唱起来歌来像蜜糖一样甜，你跳起来舞来就像天仙，你心中的宗族引领一切，你名字和故事在天下的流传，守望着手儿起奋斗，幸福的生活一世界。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民歌《手挽手》，用这首歌作为我们音乐会的序曲，表达了严师高徒们的追求和精神主旨，那就是师徒同心，传承创新。五年来，严师高徒阎维文民族声乐大师班致力于发展、发现、培养中国的好声音，用中国民歌讲好中国故事。阎维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爱的著名歌唱家，是许多女士乃至女孩子心中的男神，是我们音乐爱好者心中的歌神。那么说到歌神，我想有一位音乐家也堪称歌神的称号，那就是著名音乐人王洛宾。他长期在西部发现、搜集、整理、创作民歌，真的是留下了浩若烟海的民歌佳作。但是就在2017年，我们心中的这两位歌神合体了。去年，著名歌唱家阎维文出演了音乐电影《在那遥远的地方》当中的王洛宾。看到定妆照，我心中出现了一个词，那就是传神。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到影院去看到我们的两大歌神是如何传神的合体的，让我们用掌声期待和祝福。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严师高徒大师班的学员，也是著名的歌手刘大成为大家演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请。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马鞍山，我们都知道马鞍山是著名的钢城，也是著名的诗城。那么这个城市无论是钢铁还是诗歌，它体现出了一个特有的城市气质，那就是刚柔兼济。而刚柔兼济也是阎维文大师的歌唱品质。40多年来，他的作品堪称两大类，那就是钢腔与玫瑰。刚柔兼济的气质让大师和这个城市也融合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欣赏的是两首刚柔兼济的民歌的优秀作品。首先有请赵越、童小涵为大家演绎《芦花》，接下来有请郑昌进为大家演唱《再见了大别山》。
山花扬，我摇摇我你惜别的泪，清秀的翠竹，我要去算你送行的手啊。通过我们观众朋友的反应，能感受到马鞍山市朋友你们的鉴赏力、欣赏力，我们应该为我们观众自己鼓掌和喝彩。严师高徒，严维文民族声乐大师班起步于2014年，五个年头以来，我们的大师班已经举办了7期，培养了400多位学员。学员当中不但有很多少数民族学员，同时更有从海外专程回来拜师的海外学员。那严维文严师高徒专场音乐会也举办了7场，这一次是第8场，我主持了3场。通过3场的音乐会的主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了我们严师是如何出高徒的，看到了我们歌手他们的变化和成长，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更感受到了严师的神奇的魅力和实力。严维文作为歌者，我们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作为一个老师，他深受学生的爱戴。
它真的可以点石成金，可以让学生脱胎换骨。我们应该向这位大师致敬。接下来有请严师的高徒继续为大家演唱更有难度的歌曲，一首是哈萨克族的民歌《我的花儿》，一首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洪湖水浪打浪》，有请。Oh, yeah.
愁满帆到故乡。人人洪湖水，浪打浪，源于1988年湖北省歌剧院创作的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60年来，这部歌剧已经成为舞台经典。但是，阎维文大师的演绎，让经典的女声歌曲绽放出独特的魅力。那也是在60年前，我的家乡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也编创了一出新戏。深受大家的喜爱，那就是《朝阳沟》。5年前，吴涛先生指挥的河南交响乐团又把豫剧《朝阳沟》改编为交响乐版，让豫剧唱出了国门，唱响了世界。那这样的演绎告诉我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启发，那就是经典永流传，创新换青春，让我们向传承和创新者点赞。接下来有请王凯为大家演唱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有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歌。从辽阔草原的长调到江南水乡的小调，各地的民歌流淌着我们文化的血脉，也流淌着我们民族的喜怒哀乐。今晚我们的师生音乐会可以说是民歌的盛会，也是名曲的盛宴。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组著名的民歌，有请。那么的